美妙的歌声，这是由一群爱唱歌的军工教退休人员成立的声韵合唱团。虽然成立才短短的四年，不过伊要用歌声来关心社会弱势民众。今日踏着南投溪底教育院的庆生会，用歌声来回馈社会。我们用歌声来分享希望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声音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受到，让我们的社会国家都能够更和谐。在一个爬山的活动，然后就认识了副团长，那言谈之间呢就知道说我在这里服务，那我们就跟他说，其实我们这里每个月都有庆生会的活动，那副团长他很好，他很热心，就说那我们也可以去跟你们同欢，所以就这样连结上来。那基本上我们都很期待呢各界的资源能够进来，让机构的孩子呢能够更加的跟社区融合。每一条歌曲都是大家用因的爱分享给教育院来每一位听众，虽然不是歌星，也不是专业的表演团体，可以来关心弱势民众，就是因真欢喜的代志。唱了这么久，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歌声跟社会来分享，所以我们选择今天这个机会到启智教养院来唱给这些院童们来听那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到各个社福团体去演唱。退休了后，会当发挥兴趣，用家己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现场不断的破声，让南投声韵合唱团是更加有动力继续从事公益演出，将快乐带予大家。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